一直梦想能穿古装的女神郭雪芙，近日透过拍摄电视剧《我曾爱过你》，想起旧心酸。饰演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，经常变换各种装扮，一口气挑战清朝宫廷装、明初女伶旗袍以及谍战女间谍的三种造型，一圆变装梦。根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，郭雪芙一穿上格格装，立刻联想到小时候常看的僵尸片，还搞笑的扮演僵尸。不过尸变后的郭雪芙显然忘记僵尸是用跳的，她犹如西方恐怖片的丧尸般，张牙舞爪的拖着脚步缓缓前进，而且脚下竟然穿着拖鞋，画面既违和又有趣。郭雪芙透露，拍戏时要穿上花盆底鞋，一整天下来脚都快抽筋了。至于那件金黄色旗袍，虽然把女神的身材衬托得婀娜多姿，但也因为是定做，相当合身，所以只能拼命吸肚子，保持抬头挺胸的状态。再加上现场逼近40度的高温，郭雪芙笑说，第一天穿古装时很兴奋，之后觉得每天都在做桑拿浴，全身都是汗，只好小电风扇不离身，随时消暑降温。